那我是喜鹊小编。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了燕竹妈妈来跟我们推荐，就是她推荐喜可尿布的三个理由。那让我们欢迎燕竹妈妈。好，我们来精简讲一下。我推荐喜可的原因呢有三个，第一个不分尺寸，然后第二个呢它非常的透气，第三个是它很方便洗。那我们先讲第一个，它不分尺寸，它不分尺寸。那有很多，譬如说，可能现在很多布尿布嘛，有兜型的啦，什么扣子型啊，很多种。但是喜可它的原因是它的不分尺寸，就是因为它做了开高叉的设计，所以它只要修改腰围，腰围增大之后呢，它就是到我们家女儿现在3岁4个月了，她都还可以穿。3岁4个月，然后16公斤都还可以穿。好，我现在要讲第二个原因呢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很透气，它透气呢，只要你它有的臭臭了，你一定闻得到。而且它，你有时候会觉得哦，你刚开始用的时候，哎呦，奇怪，怎么轮轮湿湿，是不是漏尿了？哦不，那是因为它太透气。所以，因为我们本身的人体的温度就其实都蛮高的，所以你当你的尿液粪便流出来的时候呢，它其实会有热气散发。会有冒烟，会冒烟，所以它很透气，你一定会闻得到、摸得到，但是它绝对不是漏。对，那第三个原因呢？它很好洗。我呢，我也是喜可群组的妈妈里面出了名的懒惰，骄傲的嘞。因为我怎么懒惰法呢？喜可都好洗，我可能有尿液。有便便，那我就是拿去有便便我就是拿去马桶把它倒掉，然后稍微冲一下，真的是稍微冲完之后那上面还是脏的，那我就是洗在水龙头里面稍微搓一下，搓一搓，搓完之后呢有颜色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不要理它，我就直接把它丢到水桶里面泡着，我就做正常的清洗程序，之后呢我就等它干，我就可以继续使用了。但是你们不要怀疑我没有洗不干净哦，我跟你说，这些是我的尿布，你看它还很干净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呦，打光，因为关系反光，可是它很干净，它没有黄黄的，好不好？这不是喜可的版本，这是我从我家带来的。好，这是我以上推荐的三个原因，拜拜。我最喜欢喜可尿布了。好，靠近说拜拜。拜拜。